三百，招一个人加金钱来三百。歹势啊，拄只后尾人加，我甲你对不起啦。来三百，带几个上一包。我刚回家。哎、欸，找得位置。来三百过来，这两包330块的本钱，我卖你300块，再上一包哦。时间实在无早，紧去实在是够歹。这一包5斤的鸡腿足贵嘞，人一包105嘞，一斤33块的，这330有够少啊，300，一包20斤，来300块，15斤哦，恁真来，最后5个人可以来300块来鸡腿排。意式香草鸡腿排，哇，要死哦！这五百了，要不要进来三百？拢装备了没？鸡腿排，通通有了哦。女性的新闻媒体这样。没人喜欢吃鸡。这我已经没有过了，没关系，不要拼了。卖鱼。对，你们酒啊，先放来三百公。昨天装备了哈，来我先排啊哈。来鸡腿排。来，分你鱿鱼卖下去。2箱左右，13箱。来，一下把握金龙湾。13。来，留一下500块来留鱼。来500块来，价钱还有没有冰？有冰的话全部给我拿，哎，不要留在后面了。鲍鱼啊，只剩那一包哎。来，鲍鱼，鲍鱼剩那一包而已嘛。嗯，对啊。来四位，来老朋友你来，我八号招一个人给吃不？阿根廷鱿鱼，等你这三位行行猜猜。太强强，这很难评了。来500块有没有吃阿根廷鱿鱼？快点。来我八号。来，我八看有人金上哇，无是吧？啊，我搞什么？搞什么？搞得很大。留一下我最厉害的就是把人家搞大肚子。来，无人金上哇，安尼变怎？来，招一个人去叮当来500块来。小姐。啊，鸡腿300块来，哎，拿3包给小姐。来，500，来恁两个买买都。500块，留一下500块。我一个不小心真没拍死，就有。阿根牛鱼一堆500块袂晓吃哩。Hello， 加500块呢 ？Hello， 我来这边了。我今天这样的撩起，这是时间了，我安的没货发货哟。我想说还有货呢。来，进来最后一个人给我吧。没货了，我就帮你。最后一位，500块，准备满意。来，我发货，还能弄装备了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谢位办好，有人点吗？哈。上节给我发货啊！这。来，谢位办好，有人点哦。上节啊，来个五包。上节个五包。上节个五包，好，好。点没了哦。哦，来，谢谢。谢位办。哦，谢位办200块来，不用等了，我直接给你，快点，还带来没蛤蟆啊？然后一共去包包鱼嘛而已。来，给我哩。还有那包鲍鱼，总共拿2斤给他，拿300给他。啊，13斤、14斤，来15斤哦，你来200块来，帝王蟹棒。啊，够够够一包鲍鱼，15斤。来6，来8，来10，来15只给你，赶快哦，来200块来，帝王蟹棒。200块来蛤蟆买100块来，有想要吃蛤蟆的，动作较紧的，这蛤蟆就水哦。来，啥物食来？100块，100块来，有人要吃蛤蟆嘛？100了。后壁拢无蛤蟆，恁不要。来，啥物来？50块了，50块来，一人一份50块，蛤蟆50块，银钱啊，今麦是要花人啊。来，50块，紧嘞，紧嘞，50块，恁等去煮汤来，蛤蟆50，好，煮汤来，蛤蟆50块拢话未？来因为他们会自己理嘛。来，阿个讲鲍鱼沙拉来300了，鲍鱼沙拉全家人呐，安尼无啊啦，来500块一个买了，一包100块啦，300给你啦，直接打开直接吃。来500块一个客人嘛，来500块鲍鱼沙拉，直
吃奶锅饭，来直接吃奶锅饭，拢我你来五百块一个呗，鲍鱼沙拉没有了，不要几杯杯来刷好了，乖，谈掉啦，一百百五的，我嘛来几包啊，青菜不要完好啦，来师傅鱼料三杯酱两百块来，姨娘来老公妹来。有皮肤病的猫，你就先把它治好，治疗好之后基本上不用洗，好不好？为着买鱼料，也先搁洗了。哦，要查某的呐，安尼食鱼料先查某的。猫没有，鱼料也先改的啦。你要看看有没有猫的疤。来，帅头哥来，要食帅头哥，你有一个条件，爱先搞外是啥毛病？来一包两百块上面有蛋的柳叶鱼，两百块那个蛤蟆烧点香嘛上好啊。来两百块是香不？大哥好，剩一个人去俩。哎，阿哥你来俩，阿叔无来，我来哎呀。我家附近的流浪猫。阿叔，哎你好。有伤口，还会想办法帮他们治疗。有没有钱？问一下医生。一个卖两百块，拢我你来。两包都给你了，有蛋的哦。两百块来。我安尼对啦，你买着。鳕鱼头刀啦，我好啊，我好。变名完了吧？那一千块是刚找的噻。鳕鱼头刀大年啊，你要针对吹的这暗箱来，你五百四百来三百块完。来招一个人去买无？鳕鱼头刀，这个鳕鱼的下巴这块，我拢叫头刀把做鱼哦。来，要吃买无？有骨暗都无刺，来要吃来三百块。鳕鱼头刀来招一个人去吃无？来三百。一个送给你等钱，也新年。你要吃同款，做伙来，来三百块。下底真真脆脆，来三百咯，一堆拢给你啦，来三百块来。来帅头哥三百，都有人要吃无？有我甜啦，我甜啦，啊拢好朋友啦，来三百，啊去去去去来，来三百来，都有人要买着无？来啦。我下班上来啊。哦，你刚下班了，够辛苦的。来啦，你到边路搞看啦。来，帅三百了。一个人去呀？你五百买无一半，五百，我卖你三百。我啊，我你卖无？我这卖来，我这咧做主的，迄两单。帅三百，我面前嘛得。来，帅你三百了。我较早都有条件咧想，迄个够靠，我知啦。来三百好了，好。来三百，公公出啊大，哎，最后一个人给三百，有人无买着，刷你无，来三百块，哇，也是你敢变下落？来，有要刷你的牙手，有要刷你头刀的？你若变下落，我较叫伊买，你若变下落，你买，因为伊定义的买来三百块来。全给你啦。下落买。自己养啊，大喝。气皮较好个啦，哦，来三百来，加皮皮啊，姐。这个无戆个，你连讲要搞我这种话也讲会出来，做大个人安尼做物件，来落去看啦。好啦好啦，要食鱼啊，我看鱼啦啊。来要食花枝手卷，来三个客人两人包，来一百块来花枝手卷没啦，最后一盘啦。来一个二十条哩啦，今年啦，卖个啰嗦啊，来来一百块了。花枝手卷来九分一百块，三个鸟。好，来。有啊，拍摄阿姨拍摄三个人去买，叫两个人啦。你讲 A 我嘛无多。看面啦 ，A 拢袂晓见。我看嘛，佮有够一分袂哩无？你等我哈，来二十条花到晚上。对啊，高雄跟南部啊，高雄新达港。来，好，开始爱拼一下。是哦，小阿姐，快些！来，阿玲，等下回家来黑嘞，轻松些，我去。鱼啊，拢加几种啊？哦，开始会使来钓。对啊，两百还有，最后一盘了。真正好啉。不必录不？来两百块，这个是七十元，里面包七十的。会爆浆，会弹性，来两百块一个片了，看你要啥？全部拢给你啊，袂记袂？你
紧问啦，我真买开啊！你问着啥，我就装包给你啊啦！来鲑鱼来，六个客人哦，来五百块来鲑鱼，我拍过来见。有人要煎鲑鱼无？来五百了。集中的哦，你上不了。这也比较贵呢。我请一个人，免人讲伊啊，两条五百熟啦。好，李同学，拜拜。这里考虑无？来五百了。三条哩，来五百块，鲑鱼后面没有了吼。没有了。头家走未啦？走啊。走啊，搁加一条。四条哩，八百块，唔免来五百。这下你来上啊。啊，头家你走未？头家娘没来啊，没来啦，没来，搁上来，五百块来，五条恁呐，只尔啊，六个客人而已啦，搁客户来，五百块，只你不爱弄啊你啊，不会啊，来五百块来，你是咧创喺动作咧拍袂出去啦，来五百块，来可以五百块啦，我怕被抢走哦，啊，你第一个买的，我一定会以喜欢的那一款给你，来最好几年可以啊，二安的爽，钱先拿出来。不用再考虑了，你不拿钱就卖完了。对。就收到钱，他讲你是咧揢钱，啊，大家拢咧揢钱，你要老几个啊？挂黑呀！这下来五千五块多。五千。对啊。会不会太少？有淡薄仔少啊，唔够五千。三百了。来，鱼啊，紧变变哦。来，一千块。来三个人加买来，水哦，加一千块来。来三个客人，赶快拿钱来，一千块。其实呢，我们洗不会洗的话，送过来我帮你洗。没问题。这边金昌鱼啦，你要来没得？我最喜欢帮金丝妈洗。来，这边过来，这边过来。没收啊啦，吼，了了呀，啊。够不？够不？来，一千块，快点，快点哦！几年啊？上蛋节啊？感谢你们。来，虾啊，好啊，我去看卖卖分虾啊！来，一千啦！来，一千来，哦，阿妈呀，哦。阿妈，我阿妈来啦。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我不是要烂姐呢，阿妈，你今嘛过了好无？上一下，感谢。你再卖唱歌上一下就好。上一下就好啊！我阿妈无买鱼啊，你别叫我上。来一千多，今嘛是跟咱单位。金丝帽中了，又听过一条歌不？来一千多。我们最爱金丝帽，金丝帽喵喵喵。来一千块来。没有鱼啦，没有。哦，因为有够歹食，哦，死死啊！好，只等啊，今年春节啊，今年，食啊食，我安泰水帽袂叮当，来一千块，好啊，来，好，结束，都一样嘛哈，来第一个单元。没有啦，无啊啦，你真年轻，我嘛无去啊，对啦，这样歹势哈，你多像他多安样抢走去等钱，买袂起啦，来，还佫一个来上，来虾子，我煮熟点了，阿妈啦，阿妈，虾子阿袂过，哎，谁的做谁的，你袂当人家，来花枝熟点，多三个人可以来，来大哥不好意思。金丝猫送过来没关系，还有那种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的那个失业少妇啊，失学少女，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来人呐，请搞我牙套回来。我老是个行李的。啊，你怕他就要乌青烟灰，为着一包一百块的物件。感谢您啊！要来，来度假蛤蟆上，不备来挂蛤蟆了。那一针你要认真吃哦。看你最近要认真吃哦，一针。
住上面无看到。谁啊？蛤蟆啦。我蛤蟆住上面无看到。来，先啊，先虾啊，四位啊，快点来。来虾啊，来。来，这道跳咩咩啊？好，来，两个人给200块。200块来，要吃虾啊？一个动作快来。来200块，要上两个拢不要紧。哦，你爱吃偌济，买偌济，来200块来，赶快。来海白虾200块，够人买买着无？海白虾200来，大哥一下吼。对不对？来，你吃不够买2份、3份都可以。来，白虾200块来，大哥啦，谢谢。来，1000人多一份哦。1000人多一份哦，来，那样走啊，来200块拢好诶。这一盘不要卖6个，这一盘卖10个就好了。加蛋花姐哦，哈。来，去广西啦。来1000块谁的？我不能玩。来钓鱼片弄好。来7个哦。7个，下次7个给报姐哦。来钓鱼片，哇，最后一摆来500块来。谢谢。有大点不？有高吗？这几点来？来100块，来我要借，来1500块来啊！他们要打花，花个天光，那个天哦。来1000块来。钓鱼是种乐趣。还是没钓起没啊？哦，跟大点不一样，来钓鱼片。这2片200啦。你要吃的1000块，靠腰呢，爸，卖你1000块，有人会等钱就奇怪啊！啊，你唔等钱哦，你等下买袂到啊！来，1000块钓一片过来，中瓜哦，啊，真会好哩！你无起无骨啦，钓一片做涮涮锅清蒸红烧都好吃，来1000块啦！我陪你熬完啦，你都唔知会冲到尾，来钓一片1000块，几个买？没有人叮咚，很好，来1000块。银纸我要你欢喜，紧嘞，来1000块来。银纸要你爽快，来1000。小型海水。没了呀。李小兵，你是要用养的那一种？你是讲小丑鱼，那还可以的嘛？我来讲啊，归期安尼啦，我鱼啊，差不多差不多啊，有要吃啊，免1000，开800，来500块，我就钓一片。500块来，我最近酒吧应该是该加了哈。500块要吃的、喔，有啊，不过今天的鱼都卖光了。小姐叮当来500块来，钓一片500。你讲怕头啊，怕其他小白鲳那种都卖光了。来500都。快点闹！上场完了。对啦，大家排一九班，学生啦，这我才了解。哎，学生，大家排拢我学生妹，我买吃不消。进几位啊？你啊看淡季就是5块皮啦。来，要个500找你。来，你要收钱。来两个。三个啊，最后一个。这客我唔卖啦，我用送的好不好？哦，这原干贝真真行行进去，吹吹猪汤猪买拢总会使。来，客啊送。来500了，我们还要去接这些鱼。来500块没啊？虽然我们都很想要，但是我们要假装一下。来，不要给我放。来，谢谢你，真的时间不早了啦，当场的只能上场了。来，500块来，来哥几位来，后面大哥都，后面大哥都。哎呀，方便啊！我都爱爱鸡排。来，柠檬鸡腿排，我要吃200块啊！进来，柠檬的鸡腿排，做胖做好吃，一个人可以吃。来两个。啊，后面大哥也要7斤、8斤、9斤来，10斤哦，你来进来。来两个。鸡腿排来200块。来三个。10只哦，好，够片，够片。柠檬口味的鸡腿排，这么贵了哦。来十斤，十斤，一个也10斤哈。来4个。做胖做好吃，我柠檬鸡腿排，赞都爱卖完啊，进步。来200块，搁收袂紧啊！哈，还有啦，脚松快来，柠檬鸡腿排，做大鸡、做济鸡，特别，我做顿烧鸡起来，柠檬鸡腿排，搁有三毛买着去，来200块来，来剩下到的，两个，十几，这么贵啦，真正做汤用这两汤，七十块啦，来再一个给我，来200块10只给你哦，赶快，这边才拐钱。来，两百，哎，再，扔起，扔起啊，扔起啊！你今仔讲话拢真正奇奇怪怪啊，你啊！你今仔会紧嘞？你今仔怪怪哦，又不是其他怪怪呢？哎，我还三个没有拿出来。OK 啦，来这边好走。脚酸。我拢怪掉哈，大哥拍谁？拍谁？小三姐啊！有梦耶。
么我的形容词这么多的时候，我就要跟你讲读书的重要性。因为我们每次都看什么？都看小黄书，所以就会学到一大堆课本上没有教给我们的知识，我们就会学到很多东西。来，阿哥有人无捡到柠檬，给你摆无？柠檬这个摆，都拿到了吼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阿要吃双面小。志斌还没来，不过快下班了，看后面的话就知道了，快下班了。一盒一百一，前面有咧卖啊，一盒百，两盒二啊二，上好咧了无？免二啊二，两百来，百五了。阿贵起啊，你两百我啦，一盒够你啦，你较紧啦，来啊，三盒后你两百过来，这够无啊？来两百块来拼拼哦，恁呐！双叶烧味盘来，煮火锅煮汤做，来做冷盘都可以。来两百块来，隔壁大饼的那一碗加会有。我加两百。我要平摊，吃早煞花呢。好啊，无啊。加一个给我。无啊啦，应该是无啊对。喂。哎。哦。如果有接触网络的话，机会大。300块给我，大概20几年前就开始接触网络的話。不算了，不算了，都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大家应该对四个字叫很熟悉，特别是谁呢？马德华的人生，少年阿弟。带带带，伊啊，小的拍阿妹，小的拍阿妹，三百块拢我一样。然后那个鳗鱼怎么了？鳗鱼，鳗鱼啊！我鳗鱼买5000好不好？啊？啊哈？什么哈？5000款块给我，还哈？好了，我卖了鳗鱼给我了。好啦，不用5000了啦，我开玩笑的。现在一只400块做礼盒，二枪三只1000里，这过年啊，你绝对会看到足侪人卖这。但是你看好哦，我这是规年到冬在卖哦，品质绝对赞的哦。这特 A 级的啊，来三只就1200了，来今天特价来1000块哇哥，5000万来，今天可以杀价等一下，这加了就好吃的，来1000块有没有吃5000万？这是在送给你德华，来1000块。技能能三个人给买都来1000块来菩萨曼，好给照啊你，照我头上一招呢，来三个客人买5只给你，来1000块来菩萨曼，谁要吃菩萨曼的收起来了哦，好谢谢，一个唔买贵你你赔不赔啊？我无阿多哥美丽阿秀啊，来1000块来，你要吗？赶快，5只1000块买不到这个价钱的，来乌龙面的，来那个虾子几条几条黑啊？你给我让开。最好是啊，你明明从少年阿兵的隔壁邻居看到少年阿兵的姐姐姐妹。来，小心哦！有抓起来龙球，来，黑啊来！这边，好，都来到了哈。来，要吃铁板乌龙面，200块。一包5包面，5包酒，做好价，来200块来。一包卖你，一包卖卖，骗你，来200块来。2包给你来，铁板乌龙面来200块，后来要吃乌龙面包，1包200，2包也200，赶快，大哥来，要快的要快，要买要快。啊，你都在 KKTV 上面啊，我知道。铁板乌龙面，来200块来，来，黑胡椒铁板乌龙面超好吃的，1包200，这一包再送给你，要收了，赶快，要料理呢，来200块，大哥要哈，200块来，铁板乌龙面，你来贡献。来200块，最好两个人配我啦！你要去KKTV上面要照片，然后去点菜配料。有人吃无够的无？吃无够的，我存3包钱，伊妈紧的，小家庭买当家庭。大哥，你拢3包没有？来，老板。来300，再回家。对。这红皮拿去，这红皮多些啊。这里边上，椒麻鱿鱼全部卖你来，不用500了，哎，对，400块给我了，走啊，你家的，等我的，来收钱，收钱，收钱，像7只350而已，不用400的了，350，走，阿爸完应该是卖完了，对吧？这时间阿爸完应该是下班了，伊无上班了哇。来，有要吃这个杏鲍菇猪脚的动作快来，哎、欸，不简单啊，6箱啊，240包啊，无啊，剩只大哥
你也袂买着？阿袂吼，啊你有应该买着无？爱买，我发咧，我叫你等钱，你也感觉伤贵，你会当退钱嘛？但是真正好食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已经熟了，你回去要吃隔水加热就好了。阿边啊保存，你免冰哦，放个桌啊卡、椅啊卡、门窗卡，放个灶卡、客厅拢袂歹。现在的技术，这是常温包，我讲诶，条纹条纹，把价格知影什么叫常温包，就是你没有冰，它在保存期限内都不会坏掉。对啊。而且我们那时候为了怕那个，我们下载的软体，不齐全，都要分割嘛，对不对？要用琉璃五跟那个什么，超级好吃的，来三百块九姐妹来，大哥你要吗？你相信我，隔水加热配高温加，来三百块九姐来姐妹来，杏鲍菇猪脚，它不止包，它不止低卡好吃，杏鲍菇个如何吃？来三百块来。就一个人给等一下吧，大哥头脑好命啊！好啦，运用你啦，杏鲍菇给你啦，来三百块来，杏鲍菇猪脚，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好吃呢，我骗你呢，买两包再送一包，来三百块，就一个等钱要你送，大哥来，谢谢。恁真正唔知我卖好料的恁，阿贵啊，你敢有留着啊？有，有吃着吼？有，好吃无？赶紧来讲好出来。好吃。嘿嘿，来三百块。会给煮面线，四包千二块。迄、那个汤汁无倒掉，迄汤汁搅饭真正赞的，它的汤汁不会咸，刚刚好，搅饭多好。来四包给你，千二块卖你三百块，要不要？不好意思，安尼唔对哦，你家讲，你搞讲你的正本拢是啥物？川岛和金草莓牛奶啦。未了我诶，我先，我未完珍珠霜，五包三百块。恁大家是啥物意思讲？人真正一包二九九，我顶面拢有名，你肯定用手机啊拍拍，看我有甲你填无？来三包好，进来。不好意思，六个客人而已，快点拿钱来，三包过来，先包不出奖。确定是巧合的。二停。停啊停啊停啊，第三个希望。二啊停啊停啊停啊。都拿，我要留一百块来这样。猪排有够安心，猪排，猪排有啊，比较。来，鸡排三百来，铁路猪排足高足大块，而且单今天单片包装一片就五十块了。来，要这来六条，你来三百块。快讲，他多少买鸡排照没？今天买三百，送三百，六片三百。拿去了。都是哦，铁路猪排啊，昨天吃排骨饭去地啦。来三百，大地，唔当做小地咧卖。来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十二片给你。来三百块来，五百块买不到今天铁路猪排啊。来三百来，今天过来买铁路猪排，三百块啊。姑娘俩过来收你。来，五百啊。